复习一下什么叫定义域哦，导演你还记得什么叫定义域吗 ？X。突然间大家又失去意识了，对不对？来把它写上去哈，写上去，写在31页哈，来使得，因为我知道你们这种东西哦，一定要多次的提醒哦，所以你看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使得函数值。为实数，好啦，安静，好，高三下我们也不能打不摸鱼啊，哈，该做的事要做好，哈，使得函数值为实数的所有，实数 x。OK， 来，所乘的集合。来，请同学把它写上去。之前讲好几次了，好，来写上去哈。所谓的定义域哦，同学，首先你要注意到它是一个集合，来，再把它框起来，定义域是一个集合。那这个集合它本身你要把它搞清楚哦，它是要使得你的函数值是实数，在高中的数学里面哦，要让函数值是实数哦，的所有实数 x 所乘的集合。我们在高一当然不会这样讲，我们高一讲定义域，我只会告诉你就在 x 的范围，对不对？对啊，我只会告诉你定义域就几个字，叫 x 的范围，就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讲清楚就是这样。我们看到那个31页哦，它下面的题目哈，来有两个随堂练习，它要你求底下这两个函数的什么定义域哦。来，第一个函数长这样 ，f of x， 来等于，这里是根号，然后 s 平方减掉 x， 然后再怎么样减2。OK， 求它的定义域哈。好，那现在所有同学看我这边，请问你哦，如果它的函数值要实数的话，它的 x 一定要有所限制，对不对？你告诉我要有什么限制？哎，同学，分母这一坨东西不能怎么样？不可以是零，分母可以是零吗？不可以。然后还有注意，这里有根号，同学问你，根号里面可不可以是负的？不可以啊，根号里面是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出现 i， 可是同学出现 i， 哎、欸，我们要使得函数值是实数呢，实数呢 ，i 是实数吗？不是，所以同学心里非常清楚明白它的定义域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 s 平方，它的限制是 s 平方减 s 减二，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讲出来，必须要大于零嘛，等于零也不行哦，它等于零，分母是零，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哦，要比零大，啊也不能比零小。比零小会出现 i， 就不满足它的要求啊。那解这个东西谁不会啊？来解这个东西哦，十字交乘嘛。来 s 怎么样？加一乘上 s 减二大于零，好，二次不等式，这样可以吗 ？OK， 然后同学应该知道结论吧？比大的大或者比小的小，所以 x 的范围就是大于谁？大于二或者。来，你的 s 会小于多少？你的 s 会小于负一，这个就是你的定义域哈。同学真的可以这样写吗？仔细听哦，可以这样写吗？同学不可以这样写，为什么？因为定义域是什么东西？集合。请问你集合应该要怎么写才对？集合应该，来，你告诉我，集合外面应该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对，要有个大括号。然后这个大括号你要写说这里面的元素是由 x 所构成的，然后这个 x 在这个范围里面，对不对？然后如果你龟毛一点，你还要特别强调这个 x 是一个实数，这样你懂吗？你要用数学的精准的语言去把它写出来，这样好不好？ OK， 来，这是我们第一题哈。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小东西想让同学看一下哈，来，后面帮我拍一下荧幕，来。同学，你知道这函数长什么样子吗？
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哦，我用电脑秀给你看，我跟你讲，你感受一下。来，这个函数长什么样子？你很难想象哈。我现在画给你看 ，f of x 等于 i 一除以哦，我看看哦，根号哈，根号里面是什么挖根 ？x 平方减 x 减二，所以 x 平方。减 x 减什么二 ？OK， 来。其实台湾很多学生都会玩这个软体那我们学校学生好像比较少一点不过没关系，弄给你看。所以你看这函数长这样，你看这函数长这样，很难想象吗？这函数长这样，长这样。你看对应我们的那个结果 ，x 大于二，对不对？你看它 x 要大于二，等于二也不行，对不对？等于二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要大于二，它才有图形。然后要小于负一才有图形，你有看到吗？这样函数就长这幅德性，好，感受一下。好，谢谢王慧来那个看前面，王慧帮我拍一下前面哈。好，那我们第一题就先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谈那个第二小题哈，我慢慢讲，我会把它讲清楚哈。那第二小题的话，来我们看一下哦。第二小题这个函数长什么样子呢 ？f of x。来，它等于，根号，来根号的 s 平方减一，然后再加上 s 减一分之一 ，OK， 要求它的定义域对不对？好啦，那我现在可不可以问同学，它的定义域，你要怎么去把它求出来？请问你要怎么求？同学问你啊，根号里面你怎么样？不能小于。不能小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s 平方减一要怎么样？讲话啊 ，s 平方减一要怎么样？要大于等于零啊，对吧？然后同学问你，这个 s 减一在分母，所以它不可以是谁？它不可以是零，所以 s 减一不可以是零，对不对？对吧 ？OK， 然后同学你应该知道这两个范围都要成立嘛？对不对？要同时成立，所以要取什么集？这个叫什么集？可以大声讲出来吗？那叫什么集？叫交集，对不对？还记得吧？我们都高三下了，这两个范围要同时成立，所以我们要取交集，对吧？好 ，OK， 那我们就同时取交集喽，看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来，这个结果很简单哦，我相信在座的同学很快可以推出这个结论哈。我们先来解上面这个不等式。S 平方减一大于等于零，代表你的 x 会大于等于多少？大于等于一，或者来你的 x 会怎么样？小于等于多少？小于等于负一，这样可以吗？所以你综合这两个，我们就可以得到来本题哦。我们的定义域长什么样子？定义域是集合，外面要写大括号，它是由 s 所构成。那么请问你这 s 的范围要怎么写？S 大于等于一，我问你可不可以等于一？不可以，所以这边要写 S 怎么样 ？S 大于一，然后这边要写或，注意或就是连集哈，来或者怎么样 ？X 小于等于什么东西？负一。哇哦！老实讲，你会觉得这个很无聊，对，有点无聊，所以很快再过去，就求函数的定义域，这样懂不懂？好，我们高中谈的很简单，就是这样。只是你要搞清楚什么叫定义域哦，这样懂吗？你要搞清楚什么叫定义域。我现在帮你复习一下，定义域就是使得函数值为实数的所有实数 x 所形成的集合。好，请你把实数把它框起来，你要注意好它的规定，这样了解吗 ？OK。然后我现在要给同学看一个很刺激的东西。其实说刺激有点奇怪，同学你知道这函数长什么样吗？它长得超级畸形，你绝对想象不到。来，宏伟帮我拍一下地方，我画这函数给你看，吓死你！我跟你讲，来这个函数我令它叫 g of x 哦，它是谁呢？来 ，g of x 等于根号 s 平方减一哈，所以根号来根号在这里，根号 x 平方减一。然后再怎么样，再加上 s 减一分之一，再加上 s 减一
分之一。哦，来，所以你看，你告诉我，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有什么感觉？你会想说这三小，是断掉。你看到这个横竖它长这样，谁知道？对不对？你们都根本很难想象，对不对？来，同学，你看哦 ，S 要怎么样？大于一哦，哎 ，S 要大于一，我把它放大哦，我把它局部放大。来，你看哦 ，S 要大于一哦，对啊 ，S 要大于一，等于一不行哦，要大于一，然后或 S 怎么样？小于等于负一。我跟你讲，它图就长这样，哇，太神奇了！这个横竖图形竟然长成这副德行，这样好不好？太妙了，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好，那宏伟帮我拍一下我的黑板。我们这个题目很简单的就带过去哈。那带过去之后，接下来我们课本的第31页哦，我们要来谈一个东西哦，我们要来跟同学讲一个其实你们都已经很熟的概念哦，就是函数的图形。你们应该会觉得这个蛮无聊的哦，不过我还是写一下哦，函数的图形。OK， 那横竖的图形，我想，给他一个说法好了，来将，你把这句话写上去好了，好，来将一个点，啊，叫 x，f(x)， OK， 把这个东西把它收集起来。好，讲白话一点，收集起来。好，然后在坐标平面，是笛卡尔坐标平面哦，在坐标平面。所形成的图形。这个咱们高一就教过哈，来，这个你可以稍微写一下好了。好，这有点无聊啊，大家同学应该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你把这些点嘛，这些点，对不对？啊，这个 x 指的是什么？这个 x 指的是定义域里面的 x 哦。那这个 f of x 指的是什么？这个 f of x 指的是它的函数值嘛。你把一个 x input 进去，就会有一个 y 跑出来，对不对？然后你把那些 y， 那些 sy 都是点嘛，把那些 sy 那些点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把它画在坐标平面上，对不对？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图形。那样子的图形我们就称为这个函数的图形，有没有很智障？有，就这么简单，把它所有的那些点，对应到的那些 y 跟那个 x 所形成的那个数对，那个东西都是一些点，把它收集起来，所形成的那个图形，那个集合，把它画在直角坐标平面上，就会形成函数的图形。当然，函数的图形大家都了解啊，像什么指数函数啦、对数函数啦、三角函数嘛。一次函数嘛，二次函数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函数哦。那我这边，老师这里哦，跟你介绍，跟你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函数，来这里写一下哈。我们介绍几个比较特殊的函数，你可以找个空白的地方写一下。那比较特殊的函数。值得跟同学拿出来哦，稍微讲一下的。第一个是谁呢？来，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分段函数。来，同学你写写看哦，分段函数。哦，